大家好，我叫胡医师，谢谢请我来演讲。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鼻塞。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鼻塞，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治疗鼻塞的选择，并且在过去几年中多了一些新的选择，可以帮助像你或你认识的人。在讨论对鼻塞的治疗方法之前，我先了解你的鼻子和空气如何流进鼻子。你看这个照片，这是你鼻子，从旁边看你的鼻子，空气通常从前面进去，流到你鼻子的后面，到你喉咙的上面。通常空气会经过两个结构，一个叫 inferior turbinate， 第二个叫 middle turbinate。你从鼻子前面看到里面去，这些结构通常是从你鼻子的旁边凸出来一点，这是 inferior turbinate， 这是 middle turbinate， 这两个结构通常很瘦瘦的，所以可以让空气流通到你喉咙去。但是如果你的结构长起来的时候会有发炎，就空气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到你的喉咙去，就会有觉得鼻塞。但是你的鼻子会有很多鼻塞，会有很多原因，所以我通常会想鼻塞的原因有两种。一种有些外在的东西堵住鼻子，第二种是由于鼻子内在。所以你看这个照片，这是一个普通的鼻子，它鼻子的中间直直的，它们的旁边的结构小小的，所以有很多空间让空气流通到你喉咙去。但是你看这个照片，它鼻子的中间歪到一边去，它歪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病人会觉得有鼻塞在这边，因为那个空气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流通在这边，因为比较小。但是你看另外一边这个结构很大，因为肿起来了。肿起来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比较小一点，空气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流通在这边。所以这个病人有两个鼻塞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它中间歪到一边，还有这个结构长起来。但是鼻塞还有其他的原因，另外一个是如果你鼻子的屋顶有问题，所以看有时候病人呼吸的时候，他们的鼻子屋顶会动的时候，他的屋顶会塌下来。那屋顶塌下来的时候，病人呼吸的时候，他出口比较小，出口比较小的时候，呼吸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鼻塞在那里。胡医师，请问您刚刚说的那个鼻子的屋顶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尖这里？对，在前面，你前面就有一个就是 cartilage， 就是你鼻子有像一个 V shape 把它扶起来。那有的病人他们呼吸的时候就会动，因为没有那么 strong 的时候，它这个屋顶就会塌下来，那个出口就会收小一点，那个病人就会觉得呼吸的时候会鼻会塞。这个可能都是遗传的吗？ Yeah， 通常是遗传的，或者是被打过或什么有 有受伤。Yeah， 那通常是已经你生出来就有这个问题。OK， 谢谢。Yeah。 第二个鼻塞的原因是如果有发炎，有鼻窦炎。如果有鼻窦炎，你鼻子里面会肿起来，里面肿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空气就不会那么容易可以流通。据我知道，胡医师，我们的鼻窦好像一共有四个，是不是？两个在眉毛这里，两个在鼻翼旁边，对吗？有呀，有两个，还有你鼻子里面还有四个。
但你看不到，通常你通常想到鼻窦都是这旁边两个，还有上面两个，但是你鼻子里面，在你头脑跟鼻子的中间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鼻窦。鼻窦 ，OK。另外一个鼻塞的原因是息肉，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会长息肉，息肉通常是从鼻子的屋顶会长下来，长下来的时候，鼻窦的息肉会把通常空空的地方把它堵住，所以看这个照片，这个照片是你结构在一边，你鼻子中间在这里，通常这边没有东西，所以你空气可以流通，但是如果你长息肉的时候，这个息肉就把这个地方卡住，卡住的时候你就不能呼吸那么好，所以这个有一个息肉在这里，还有在这里 ，OK， 所以这也是一种鼻塞的原因。嗯哼，那息肉的话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清除吗？对，通常息 ，Yeah, that's a very good question， 很好的问题。通常息肉以前通常是要开刀才可以把它拿出来。那息肉的问题是，很多时候息肉会再长出来，像草一样，你把草切掉，再会长回来。所以息肉要小心，因为你要开刀的时候要开一个特别的刀，要看一个医生常常开刀息肉才会比较好。因为如果你开刀没有那么好，息肉就会马上就会长回来。OK， 谢谢。所以你医生那么多鼻塞有那么多原因，所以你医生怎么知道你鼻塞是什么原因？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应该要干什么？通常要做三个事情。第一个是要先问一些特别的问题，要问哪边比较严，哪鼻塞应该在是哪边，右边还是左边？你鼻塞多久了？你有试试看哪些药？这些东西都会帮医生知道，你的鼻塞原因是什么。他问完的时候，应该要做一个检查，检查你鼻子的外面，看你鼻子屋顶有没有在动。看你鼻子的出口大不大，还是很小。做完时候，通常还要做一个事情叫内视镜，通常只有耳鼻喉科可以做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检查。内视镜是什么？内视镜，你可以看这个录音，就是用一个照相看到你鼻子里面，从你前面到你后面的鼻子，看到哪里有什么东西有卡住。所以通常你来我门诊，我会先喷一些麻醉药，像这个医生一样，会喷一些麻醉药在你鼻子里面。喷完之后等一分钟、两分钟，再拿内视镜放到你鼻子里面，可以直接看哪里有堵住在你鼻子里面。所以看这个，它放到鼻子里面的时候，这是鼻子的中间，嗯哼，这是鼻子的结构，这个黑黑的地方就是空气的路到你的喉咙去，所以他会把这个内视镜放到这个路去，到你的喉咙去看你有没有地方比较紧，还是有地方有卡住。所以他进去最后面在这里，就是你的喉咙的上面，就是喉咙的上面在这里。这个病人没有鼻塞，所以你没有看到什么卡住，没有看到什么息肉或什么。那通常你看完这边要看比较上面一点。因为通常息肉是从屋顶长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通常把内视镜看比较上面一点，如果有息肉，息肉通常会长在这边还有这边，但是这个病人没有，但是通常你要看这些地方才可以检查有没有息肉。吴医生，刚刚一听到你说要喷麻药我就很紧张，好像麻药的话都会因为你会痛所以才要喷麻药，那做这个鼻腔内视镜的时候会痛吗？不会痛，因为我是喷麻药不会痛，是打麻药才会痛。这个检查通常不用打麻药，只是喷一下药。通常病人只是说这个药会有点酸酸的，但是不会痛，只是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不会痛。那他当这个鼻视镜进去的时候，会不会很想打喷嚏而妨害你们的检查呢？如果你过敏很严重，有时候会想打喷嚏，但是这个麻醉药我是放两个药，一个药是麻醉，一个药是把你的里面的结构缩起来一点，所以可以比较容易可以放内视镜药里面去。那些药也是帮助不会打喷嚏，
也是会 prevent 那个打喷嚏。 OK， yeah， 谢谢。所以你医生问你一些问题，检查你鼻子的外面，还要做内视镜，所以他怎么用这些东西去知道你的鼻塞的原因是什么？所以如果他决定用他看你的鼻子做内视镜，觉得你有感染的时候，通常要先开一些抗生素。 抗生素通常吃两个礼拜，如果没有帮助你，就要再想一下是什么问题。通常我抗生素如果没有帮助你，我通常再做一个内视镜去看里面有没有变。如果没有变，要再开一个不同的抗生素，或者这个病人要开刀才比较好。有时候如果你发炎好几次，通常要或者都是感染那么多次，通常要做手术才会比较好。 如果你的原因是肿胀的时候，通常是先试试看喷的药，喷的药如果没有效，就会给开一些吃的药。如果吃的药没有效，通常我会想这个病人大概要做一个门诊的小手术，或要去开刀房做手术才会比较好。但是如果你的原因是阻塞的时候，那 喷的药、吃的药那个东西，那些东西都不会帮助你，因为你要把那个阻塞拿出来，才可以呼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如果做内视镜看到是阻塞，要直接去做开刀房去把开刀才会鼻塞比较好。OK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阻塞，而且你害怕开刀，只是用一些喷雾剂的话，只是治标不治本。 所以还是要去做手术才对。对，所以如果你鼻塞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阻塞，这喷的药跟吃药大概不会帮助你，因为那因为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有一个东西在那里，那东西在那里通常吃药不会效，不会帮助那些东西。通常只是有肿胀的时候吃药才会比较好，或有发炎那感染的时候才会效。如果有一个东西在那里，要开刀才会比较好。 OK。所以有哪几种喷的药跟吃的药？通常我想喷的药，我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可以去药房直接买，病人可以直接买这些药；另外一种是要医生开的药才可以拿到这些喷的药。吃的药也有好种，但是要看鼻塞的原因是什么，才可以知道哪一个吃的药大概会帮助你。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是类固醇，我记得我以前鼻塞的很严重，也是花粉过敏，那药都没有用，喷药也没有用，结果就到那个耳鼻喉科去，那是十多年前了，医生就帮我在鼻孔里面打针，很痛很痛，那是类固醇，但是一打就通了，可是它没有治本，它还是过一阵子它又来了，这样子。类固醇的问题是通常只会帮助你 一点点，大概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就消掉了，所以类固醇不是一个可以用久的方法。所以如果还有是打类固醇是会很痛，所以通常我不会做，当然通常会用不同的方法。现这几年就出来比较新的方法，会帮助鼻塞不会那么痛。所以喷的药通常有两种，一种是通常因为很多医生都会叫病人试试看这些，其实就是类固醇，但是喷的类固醇，这通常叫 Flonase 或 Nasonex， 这个每个药房都可以买 ，Costco 也有这个卖这个，通常你要试试看这个药，通常要用4个礼拜到6个礼拜，每天喷一次或两次，才可以看到有没有效。如果你只有用1个礼拜， 那不够，通常要用4个礼拜，每天都用，才真的知道有没有效。另外一个喷的药叫 Afrin， 这个药小心一点，这个也是可以去药房自己买，但是这个药不能用超过4天，因为可能会上瘾，还有鼻塞会更严重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药在你家，不要用。如果你鼻塞要用这个，不要用超过3天，因为用超过3天。 你鼻塞大概会比较严重。
另外一种药是要开医生开给你，我通常就开两种药，一种叫 azelastin， 这个药是通常给病人，如果他们有过敏的时候，他们有过敏，这个喷的药会帮助他们的鼻塞。另外一个喷的药叫 ipratropium， 这个药是通常给病人，他们有鼻塞还有鼻涕，流鼻涕，所以如果病人有流鼻涕跟鼻塞，这个喷的药大概会帮助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流鼻涕，只有鼻塞，这个喷的药大概不会有效。我还以前有用过一些药，就是如果鼻涕流得很厉害，你吃某一种药或喷某一种药，等到过一阵子以后，你连鼻涕都不流了，可它还是鼻塞。哦，那大概你的原因有两种，因为有时候鼻塞是不是只有一个原因，有好几种，所以药大概会帮助一部分，但是你要看还有其他的问题，大概有影响你的鼻塞，所以。所以我觉得内视镜很重要，因为才可以知道有哪部分哪个地方在你鼻子比较紧，还有你的屋顶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有很多病人只是没有只有一个问题，有好几个问题，所以你要吃药还要做手术还是什么，大概都要用才可以比较好。对，所以还是要做鼻视镜才知道说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才能够对症下药。Yeah, 因为你做内视镜可以直接看到鼻子里面去，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那个我觉得很重要。如果你可以问很多问题，你可以看外面，但是你如果你没有看到里面去，看到空气要走的路在你鼻子，你才真的知道哪里是问题在哪里。吃的药有通常有两种，我都会常常开。如果有感染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开抗生素。抗生素我最开的是 Augmentin， 这个通常吃两个礼拜会有效。大部分有如果发炎或感染 ，Augmentin 会帮助。但是有的病人吃这个抗生素不会两个礼拜还是有问题，通常这样子我就再做一个内视镜。如果还是感染的时候，我通常会换一个抗生素，或者如果很严重，我说大概要开刀才会比较好。另外一个药常常开是类固醇，类固醇，通常是给病人的他们的鼻子有肿胀的时候，会把肿胀弄比较 小一点，但是要小心类固醇，对你的身体会有问题，如果你吃太多或太长，所以通常只有给两个礼拜。如果要常常吃，每个月还是每个两个月、每个三个月都要吃类固醇才会比较好一点，我就会想，就是这个病人大概要开刀才会比较好，因为你吃类固醇太久的时候，你身体大概会有问题，是不是会变成个月亮脸？对，可以变月亮脸，还有可以你有 mood changes， 还有你会比较胖一点，都还有会血压会比较高，有好几个可以影响好几个问题，所以要小心吃类固醇的时候。是。所以如果你喷药、你吃药都还没有那么好，怎么办？这几年有出来新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你的鼻塞在门诊里面，不用去开刀房去开刀。这个我叫门诊的小开刀，这些不用睡觉，通常是要打针一点麻醉药才会不会痛，但是要做一些方法，通常是5分钟到10分钟就做完了。还有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，这些但是是给特别的病人，只要给特别的原因、鼻塞的原因才会帮助你。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讲一下四个方法，这几年才刚出来。嗯哼。第一个叫 Clarifix， 这个是用这个东西放到你鼻子里面，去帮助病人有鼻塞跟流鼻涕。我刚才说有一个喷的药，特别是给病人有鼻塞跟流鼻涕。如果病人用那个药有帮助一点，但是不够，或者要常常用那个喷的药，这个方法大概会帮助你。因为这个东西是用冷冻，
影响那个神经在你鼻子里面，所以神经通常从鼻子后面出来，这个神经就是流鼻涕的神经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在鼻子最后面在这里，放这个弄很冷的时候，这个神经会变，变的时候就不会流鼻涕。它会变是会变小吗？还是会紧缩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变小，只是不会那么 active， 不会那么、不会动那么多。冷静下来，让它冷静下来。Yeah， 冷静下来就没有那么动，就不会流那么多鼻涕。嗯哼。Yeah。所以都能把这个放到你鼻子里面去。所以这个里面都是很冷的水，你放到里面去，把这个打开，冷的水就会到前面这里去。所以这是你鼻子里面，它放一些麻醉药在这个上面。为什么已经有血了呀？有血一点，因为他放一些他要放麻醉药那个东西到里面去，大概有摸到 那边，但是有时候因为你的鼻子里面有很多血管，所以会那么很容易会有血，你看很多人都会 流鼻血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鼻子里面有很多血管，但是有流血不是说会痛，只是说里面有很多血管。所以他放不痛的，不痛吗？不痛，因为我都会 打麻醉药，所以不会痛。但打麻醉药是有点痛，但是打完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什么东西。通常你把这个放到最后面去，那个神经就是从这边出来，到这边，到这边。然后把这个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冷水都到这里，就会很冷在这个地方。很冷的地方就会把那个神经变一下，变一下，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流鼻涕。那这个要多久做一次啊？还是一次就可以好了？通常那要看他们 study 的时候，他们是看病人两年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会两年会效有效，但是两年以后我们还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很新，大概只有出来两年、okay. 两年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两年会有效，但是五年十年我们还不知道。但是有时候这个会帮助你，不是全部流鼻涕会不见，有时候你还是要喷一下，要喷一个礼拜喷一次或喷两次，但是它会帮助你不用那么喷那么多次那个喷的药。 OK， 第二个方法门诊的小手术叫 Latera， 这是帮助病人，他们鼻塞的原因是他们的屋顶塌下来的时候，所以我刚才讲 你呼吸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病人呼吸的时候，如果他们的前面很紧，因为他们的屋顶会塌下来，这个方法大概会帮助你。你看这个病人他呼吸的时候都会动，动的时候他出口就很小，如果很小的时候空气就比较难进去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鼻子的骨头跟皮的中间，把那个屋顶浮起来，所以把这个放到里面去，放在骨头在这里上面。那会很痛吗？这个也会打麻醉药，所以 打完的时候不会痛。那这就像是心脏做支架一样，它是在坐在鼻子屋顶那里的支架。Yeah， 但是放在里面，所以就不用贴那些东西。Yeah。 所以他现在呼吸啊？那如果我鼻子很低，我想要垫高鼻子，我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吗？ Yeah， 这个手术不会变你的鼻子的外面，这只是帮助呼吸比较好。如果想要变外面，那是不同的开刀，那个是yeah， 那个是要看那个 plastic surgeon 就才会比较好。Yeah， 所以看这个路易斯他打完的时候你看这个在里面的时候，他呼吸的时候就不会动，所以他出口都不会缩小。所以看他现在呼吸的时候，他的鼻子屋顶在这里不会动，不会动这个就会开开的，空气就可以流通。第三个方法是，如果你鼻子的结构很大的时候，很大的时候会堵住你的鼻子，就会觉得有鼻塞。
所以你看，你可以知道你的结构很大，是因为你做内视镜看到里面去，看到很大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结构缩小一点，缩小一点就比较有空间让空气流通。嗯哼，你看这个病人，他里面他结构很大，快要碰到中间在这里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放到这个鼻子这个结构里面去，把它缩小一点。这是它本身的肉啊，本身这是本身的肉呀，因为这个结构会自己长大跟缩小，长大缩小。那有的病人他们结构就是很大，因为他们生出来就是很大这样子，或者有过敏或什么会比较大一点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个方法会把它缩小一点，缩小一点就比较有地方让空气流通。所以你可以看它外面。他进去一下，他进去一下的时候，你会看这个旁边这个结构，你会看开始缩小一点，哦，就开始缩小了，缩小了就比较可以空气可以流通。OK， 啊，缩小一点，你可以再用，可以缩小，可以再打在这边。通常这个是用内视镜看。还有一边把这个放进去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看，这个结构缩起来在门诊里面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效。最后一个方法是叫 Vivair， 这是给如果你鼻子的出口很小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你看这个照片在这里，这边是普通的，有开开的，这个比较小一点，因为它的屋顶里面很厚，都很厚，很厚的时候，这个出口就比较小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厚的地方把它缩小一点，就是把鼻孔变大的意思。Yeah， 变大，你变大一点的时候，你空气就比较容易可以进去你的鼻子里面，比较容易可以进去你鼻子里面，你就会觉得你鼻塞会比较好，因为有比较多地方可以让空气流通。他用什么方法让那个鼻子原来的那个肉把它缩紧上去呢？他是用英文叫 radio frequency， 所以就是特别用一个 specific 雷射 ，yeah maybe， yeah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，用 specific 一个 energy 去把这个地方弄缩小，但是一个特别的温度，温度是60度，因为60度很特别的温度，因为60度不会把你的鼻子的 shape change， 就是把它缩小一点 ，OK， 明白吗？不会影响你鼻子的的外面，但是会把里面缩小。所以他们有做 research， 就是60度是一个特别的温度，所以Okay. 这个 device 就是特别用60度把它缩小。缩小了以后，它还会再长回来吗？过了若干？这个很好的问题。他们的 study 大概只有做2年，所以我们知道2年会。还是可以，但是2年以后我们还不知道，大概会长回来，我不知道。这个大概6个月前才出来了。哇，好新哦！对啊，很新。谢谢胡医师告诉我们这么多新的知识。对啊，我们觉得这些新的都可以帮，因为这些都是个特别的病人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大概有些我们在听现在听的这个演讲，有大概有些病人有这个问题，大概可以帮助。呀，谢谢。但是有的时候你鼻塞的原因 you know, 大概有的问题不能用喷的药，不能用吃的药，不能用门诊的小手术，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去开刀房去开刀才可以帮助你的鼻塞的问题。胡医师，对不起，您刚刚讲的那四个新的手术啊，它都是一劳永逸，就是做一次就都 OK， 不用再做，还是它有时效性？刚刚最后一个您说是2年有效，那它比如说是 Clarifix， 我不知道我 pronunciation 对不对？那个是不是也是 permanent 的呢？永久的呢？还是也是一段时间它又要重新？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知道。这些东西方法我讲的时候，大部分只有我们现在只有知道2年，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出来大概最多2年3年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。我有些病人
要做两次，一年做一次要出去。但是这个门诊的小手术很方便，因为都没有睡觉，没有那么痛，所以要常常要一年做一次。痛有些病人都是说没有那么麻烦，因为进去做30分钟，回家可以呼吸一年。他们说那个还是不错。Worth it. Yeah, 还是 worth it. 值得去做的。OK. Yeah, 看你的问题是什么。如果你鼻塞对你的生活很影响。30分钟做一个这个小手术，大部分有的病人会说是 worth it。Yeah， 谢谢。Yeah， 但是有的时候你的问题不能用这些门诊的小手术，不能喷药，不能吃药，还是要去开刀房开刀才比较好。一个 example 就是，如果你鼻子里面的骨头歪歪的，如果你鼻子里面的骨头歪歪的，那两边都会。很紧的时候，你空气就不会那么会流通。但是如果你把里面弄直的时候，像这样子，就会把里面的鼻子打开，打开的时候空气就可以流通。所以这个开刀是什么？开刀通常英文是叫 septoplasty， 这就是把那个歪歪的骨头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弄直你的鼻子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这个病人，他鼻子里面歪到一边，歪到一边的时候，他就会有鼻塞在这边。对，所以你开刀，在里面把那个歪歪的骨头把它拿出来。所以在这个鼻子里面，他把这个歪歪的骨头，只有那个歪的地方把它切掉拿出来。切到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会看他鼻子就会直了。做完时候就直的时候这个就打开了，打开了空气就可以流通到你喉咙去，就鼻塞就会比较好。所以不需要再放另外一根东西进去，就把它歪的拿掉就好了。Yeah, 就好了，因为我不是全部骨头拿出来，如果你全部骨头拿出来，你要放一个东西回去。但是如果你只有把那个歪的地方拿出来，你另外骨头直的骨头留在那里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开刀大概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，同一天回家。通常一个开完刀的时候，大概4天5天就好了，就会觉得你就会感觉那个呼吸会比较好。他的开刀都是从鼻孔进去吗？呀，都是鼻孔，都没有伤口在外面，都是从鼻子的出口进去。对。另外一个开刀的方法是叫内视镜鼻窦手术，这是特别通常如果鼻窦有问题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开刀。这个通常是用息肉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把息肉拿出来。这个很特别的开刀，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内视镜，就像门诊的内视镜进去你的鼻子，从出口进去，都没有伤口在你的脸上面。还有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，直接看到息肉在哪里，就用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。通常医生站在这里，病人在躺在这里，我们把内视镜放到鼻子里面去，可以直接在电视看到哪里的问题在哪里，特别把那个地方把它弄好一点。病人通常是同一天都回家，还有不会那么痛，通常吃痛药大概一天两天，一半的病人大概在吃痛药一天两天就好了，另外一半病人大概吃痛药4天到5天。所以感觉上好像这样比拔个牙还要轻松，对吗？Yeah, 因为拔的药通常是会有流血，还有在你嘴巴里面，所以碰到会痛。因为这在你鼻子里面，鼻子你不会，食物不会进去你的鼻子，没有东西会碰到鼻子里面去，所以比较好，只有空气会进去你鼻子，所以不会那么痛。所以这个病人他有息肉，所以看他鼻子里面有结构在这里，还有息肉在这里，看息肉从屋顶长下来，把这个地方堵住，所以用内视镜进去你的鼻子里面，还有用这个小刀，把它只有把那个息肉拿出来，
息肉没有感觉，如果你有息肉在你鼻子里面，就把它拿出来，你不会有感觉。如果你把结构拿出来，你会有感觉。所以很重要，用那个内视镜，所以直接看结构在哪里，息肉在哪里。所以他把只有息肉拿出来，他要去，还有另外一个息肉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内视镜鼻窦手术很特别，因为可以直接看到你鼻子里面去，直接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他直接把它弄比较好。所以你鼻塞有好几个原因，所以很重要，你看医生的时候他们问问题，他们检查你鼻子的外面，还有如果你看耳鼻喉科，他们可以做内视镜，直接看到你鼻子里面，看到你的鼻塞的原因的问题在哪里。因为有的时候有些病人都是有好几个问题，不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好几个问题，有好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鼻塞比较好，可以用喷的药，可以用吃的药，可以用门诊的小手术，还可以用开刀，有的时候要用好几种才可以比较好。但是我要你们知道有好几种方法帮助鼻塞，不是只有喷的药，不是只有吃的药，然后开刀有好几种，有小的开刀，有比较大的开刀。但是最重要是医生要知道真的你鼻塞的原因是什么，知道那个原因什么，才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哪些方法帮助你呼吸比较好。谢谢大家让我来讲话。谢谢胡医师，也就是说我们最好如果您鼻子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不要先去买一些药去喷啊，或者去吃，最好是先去做一个鼻视镜，看一看里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才能够对症下药，对吗？我觉得如果你有鼻塞，你可以喷药没关系，因为喷药的 side effects 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如果你可以喷药一个月，但是你喷药一个月如果没有效，我觉得应该去看医生才比较好。因为医生可以直接看到你鼻子里面，因为你不要喷药，要换来换去喷的药，但是你的问题不是一个肿胀的问题，是一个阻塞的问题。如果是阻塞的问题，你喷的药不会有效，你就会那么多时间在喷，没有效。所以如果你医生可以直接看到你鼻子里面，他可以跟你讲，这个会帮助你，这个不会帮助你。